近日，张杰在微博发文宣布谢娜怀孕，结束了6年的二人世界即将变成了三口之家。怀孕后的谢娜暂别了快乐大本营的舞台，安心在家养胎。现在谢娜是快乐家族里最幸福的，家庭与事业的双丰收。那快乐家族其他四人的感情状况如何呢？何炅是快乐家族的顶梁柱，已经结婚十几年了。何炅的妻子叫王晶，比他大3岁，是他的经纪人，夫妻二人一直很低调。李维嘉以前有一个交往7年的女朋友，并打算结婚生子，可后来不了了之，大家都怀疑此人是天娱老总龙丹妮。最近又爆出了新女友王小牙与他微博互动并发出合影。吴昕和潘玮柏在《我们相爱吧》传出假戏真做，其实两人的关系很微妙，能说吴昕对潘玮柏是真的，潘玮柏对吴昕的关心也是真心的，甚至超出了一般朋友的关系。希望吴伟雄真的能在一起。杜海涛现在的女朋友是沈梦辰，沈梦辰和杜海涛两人在机场被拍到刚从日本游玩归来，疑似恋情曝光。沈梦辰也公开承认了与杜海涛的恋情，并表示非常爱杜海涛。最后，小编真心希望快乐家族的成员们都能像谢娜一样，找到自己的最爱，创建幸福家庭。